这些左派的丧心病狂真的是这么觉得的。还记得最高法院草案被流出吗？然后不知道是被谁流出的，对吗？然后左派说是右派流出的，为了要确保右派的法官不会跑票，右派说是左派流出的，为了要让这些人起来闹。我们就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人希望这样的草案流出，然后流出的那个人会被怎么样。I mean, here's the thing. Here's my feeling about the leaker. I would like to find out who the leaker is, so I can make sweet love to that person, because that person is a hero to me. Okay? And if the leaker, a lot of people are saying it could be a conservative. If the leaker is a Republican, and if I get pregnant during our lovemaking, I will joyfully abort our fetus, and let them know. I don't know if that answered your question. 好好笑哦，杀小孩好好笑哦，好好玩哦，哈哈哈哈！这些人恶不恶心啊？太恶心了吧！他们在 MSNBC 上面说有头有脸电视台，哎，之前有人说什么 AI News 怎么这个样子啊？基督教就好好搞基督教啊，政治就好好搞政治啊，道德就好好搞道德啊！你们在那边把三个混在一起干什么？你们两个年轻人没事在那边五四三干什么？然后叫我们闭嘴。请问 MSNBC 那个是新闻吗？他想要跟流出草案的那个人做爱，怀孕了之后把小孩打掉，这样子是新闻吗？这些东西我们不讲的话，谁会讲？ Mitch McConnell， 你的牧师、你的教会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小孩的学校，他们不会做这些，他们不会讲这些东西，他们也不会让你知道这些东西，他们连你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奶粉喝都不在乎了，政府不会试图帮你解决这个样子的问题，他们想都不会想。美国的纳税人每年付给美国联邦政府4兆美金的税金，那我们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只是交通顺畅，卡车可以进来，商品可以进来，小孩可以吃到饭，但是4兆美金他们一毛钱都不会花在这些上面。我们美国是历史上最先进、最强大、最有钱的西方国家，但是我们的小孩连奶粉都买不到。我们一年花4兆在这个政府上面，结果我们的小孩会饿到没有奶喝。我们会这个样子，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人物在乎的是乌克兰，在乎的是平权这个平权那个，黑人这个白人那个，男的变女的，女的变男的。可以绝对确定的就是，不管我们政府官员是谁，不管党派，他们会在意的议题是什么，绝对不是你在乎的议题。人是自私的，政府是人做的，政府永远只会在乎政府的事情，政府只会在乎政府的成长。如果我们在乎的也是政府的成长的话，我们就是一群帮别人做事的智缺，不但是免费帮别人做事，还付钱付税的帮他们做事，这个就是彻彻底底的奴隶了。我在这边说的绝对不是说什么我们要拒绝赋税还是什么的，我希望我们的立场能跟耶稣一样，凯撒的归凯撒，我们要把属神的给神，付出去的税金他们要怎么花，他们有一天要跟神负责，他们要怎么贪污我们管不到，但是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，属神的要给神。这里不是说什么11奉献什么之类的，不过你的确是可以来赞助像 AI News 这样属神的事工，但是重点是生命是属于神的，小孩的生命是属于神的。我们无法凭空制造出人命，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为了我们自己的欲望来消灭婴儿的生命。国家败坏，政治人物腐败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情，我们只有做好我们自己，保护生命，做神的仆人，才可以翻转这个国家。就跟一开始的影片说到的一样，共和党也不一定可靠。南加儿童合唱团现在开始报名了。南加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，曾到纽约、波士顿、华盛顿特区、夏威夷等多处演出，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，荣获各大奖项，均取得优异成绩。从即刻起接受报名，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，5月22号前报名都有特别优惠。新一季将在6月11号开课，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岁、9到12岁以及13至18岁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，欢迎打电话626-779-6767报名咨询，或是登录网站填写资料报名。
记住，在报名的时候，请告诉他们你是看到 AI News 来报名的，会有一部分款项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。也欢迎各位在5月21号的时候莅临现场，聆听南加儿童合唱团第23周年音乐会，地址在天普市的以马内利宣社会，5月21号下午4点钟，期待你的到来。